大家好，我是凯莉。安家，大家好，我是棉花糖。大家好，我是棉花糖。大家好，我是凯莉。我们今天要来拆福袋，你知道这是哪里买的福袋吗？是 Seven 吗？还是全家？还是莱尔富？饭店。不是饭店的，这个是莱尔富买的福袋哦。莱尔富。对，哎，有没有看到这里有一个什么动物？小猪。小猪，为什么是小猪呢？因为今年是猪年。微微，你是不是会学猪叫？对，今年是猪年哦。好，我们来拆第一个福袋，猜猜看里面有什么？对对对。你觉得里面有什么东西？糖果。好，妈妈用，妈妈用。准备剪刀，给它剪一下。微微觉得里面有糖果，还有呢？你觉得里面会有什么东西？玩具。玩具，我觉得很重哦。是不是有一瓶饮料？那打开看看。他说还有大奖等你来抽，里面可能有摸彩券可以抽，汽车还可以有。机票还可以抽电视 Switch， 很多很多大奖哦。我们要来拆福袋了，对对对，准备剪刀，剪剪剪剪剪，剪开来。好，第一个东西是饼干宝咖咖，第二个东西是坚果，坚果。第三个是冷泡茶。好，你说第四个，第四个，你说跟镜头说这是什么？糖果。牛奶糖，给他看一下牛奶糖。牛奶糖。好，第五个，我最喜欢的这是什么？棒棒糖。棒棒糖，还有一张福袋。抽奖的，抽奖的，怎么抽？我要来抽了哦！哇，我得到一个美式咖啡买一送一，这是普奖。现在要来抽第二个福袋，糖果，糖果，希望两个。袋内容不太一样。耶！爱咖啡的你呢？也是用剪刀给它剪开来。微微，你觉得里面会有什么呢？玩具。玩具。我们看一下里面有没有玩具。棒棒糖。还是一样是宝咖咖。宝咖咖。对。还是一样有坚果，坚果，坚果，坚果是什么？还是一样有牛奶糖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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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有一瓶乌龙茶一样的，也是有一支棒棒糖，只是这两支棒棒糖是不同口味的，一个是蓝色，一个是黄色。来，我们看到还是会送给你一张福袋刮刮乐，我们看一下有没有中汽车。你觉得里面会有汽车吗？会。你觉得会有大奖吗？会。你想要抽到电视还是机票？汽车。汽车。汽车。我想要抽到汽车，我想要抽到机票。哇，又是得到美式咖啡买一送一耶，啊，有点小失望。好，今天是我们开福袋的内容，你还可以告诉我们你还想看什么的福袋。阿姨这个是吗？等一下，好，看看观众想不想看全家的福袋，或者是 Seven 的福袋，我们下次再来福袋开箱哦。好，跟观众说拜拜。再见！如果觉得我们影片不错，请你按赞，按赞啊，还有分享，还有分享哦。对，好，拜拜。还有想要看什么影片，再记得在下面留言留言。好，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